嗨，大家好。上回无路归家说到，浩克和噩梦之王签订契约后，化身恐惧领主，骑着噩梦的马杀回梦魇之国，找徐普诺斯算账来了。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吧。全能之城内，黑夜老母用魔法把超级英雄众人困得死死的。老母手握着黑夜灵魂碎片，这是困住他力量的碎片。他是准备打碎碎片，还是吞下碎片？他深入了沉思，是吃还是打？这个究极难题看得旁边大力神都发出了无能的怒吼，去死吧尼克斯，你到底吃不吃？另一旁的光头和幻视一直在试图打破困住他们的魔法屏障，唯独旁边的旺达很平静，因为他此刻已经瞎了，他只能看到黑夜老母的力量涌动和无尽的黑暗。他知晓一条咒语如何打破这个屏障，但是他没了视力，无法激活咒语。至于为什么咒语和视力有关，请问旺达。旺达转头看向旁边的莫妮卡问道，小莫，你内心还有梦想吗？梦魇之国内，成为恐惧领主的浩克大杀四方，徐普诺斯的沉睡军团根本不值一提。徐普诺斯被恶魔浩克吓得都快尿了，转身就逃。浩克看着逃跑的睡神，露出了哲学的笑容。一旁的鹰眼和嘴甜坏熊也快乐地打着嘴炮，听着打地，讨论着这梦魇之国里发生的事到底是梦还是真实。徐普诺斯终于找到了噩梦之王藏的那片黑夜碎片，起身准备离去，突然浩克冲了进来，看来睡神这次难逃被浩克蹂躏的命运。战场我们回到黑夜老母这边，旺达告诉光主，曾经听闻他是如何战胜眼魔苏朗的，而这次的这个黑夜老母也定能指望光谱，于是要求光谱变成魔法符文的图形，然后传送到旺达的思想里，这样就可以激发咒语。以奥斯拉姆的血与骨之名，面对夜晚之敌。伴随着一声巨响，打破了黑夜老母的屏障，冲出来的大力神和幻视和老母的孩子们打成一团。俄吉斯想再次蛊惑大力神，不过这次没用。俗话说得好，相同的招式对大力神无法使用两次，你若不信必被吊打。旁边的幻视和光土也压制着老母的其他孩子们，旺达这时上去单挑老母，争夺着他手中的黑夜碎片。旁边的领航者一发传达送走了旺达和他手中的黑夜碎片。老母已经快陷入绝望，他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徐普诺斯那边，可是睡神已经被浩克一击强人所难，失去了战斗的意志，老母最后的希望也被破灭了，犹如当年反抗希腊众神，没有一丁点希望。他怒吼着，发狂着，手里聚起大招，然后一击，大力神、幻视犹如复联三的众英雄化成了灰，灰飞烟灭。旁边的领航者已经被这老母吓得语无伦次，傻傻地站在那儿。被传送走的旺达此时双目依然失明，不知现在身在何地。突然一嘴巴子抽得旺达脑瓜嗡嗡的，黑夜碎片也掉落在地上。旺达由于看不见只能服软，希望那批人放过他，而这些土匪们却打算杀了旺达。可是一个声音从天而降，臭骂着这群土匪，接着一声声惨叫，旺达得救了。这英雄扶起旺达，原来此人竟是伟大的野蛮人柯南，而旺达竟然被传送到了上古时期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素质三连呢，我们下期再见。